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石浩，现在超市刚买一种目标汉堡的商店。我在剧中饰演的是花彪，这部剧讲述的是90年代发生在中国校园里的校园友情、亲情、成长、热血青春故事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喜欢，也希望这部剧可以勾起大家美好时光的。